五年前花20万买的翡翠，五年后值多少钱？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看一眼你老公，现在的货型没有那么大。能看到多少？50万我还是敢要的。这件大家都看到50，但是我想要让这个客户卖的更多一点，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机会。看到多少？不错，不止好几十吧。多少钱收？50左右应该可以。其实这件货整体来说，因为厚装嘛，种质非常的好，有看到50多的，总体来说还可以更高一点。很多人都看过了，有给到50多的，我也就是想到你啊，这么多年的交情。我加你一点。53，尺寸够大。现在这个市场上，像这么大的种水这么好的佛，你看过这么多货，你应该知道嘛。镶嵌的费用也不止这么多，卖相很足的。差不多了，做生意嘛。整个市场的逛路遍了，50多已经有人出了。能看得到的话，你就多加一点。那你最低给多少呢？实价啊，就不带还价的那种啊，60。这样58一口价，多的我就不要了。那就这个价，常来常往。合作愉快。是了是了。